我这边再等个水晶吧，慢等啊！我跟各位教一个小技巧啊，那个40块的时候，这边在家里 TP 的时候可以跳10块，可以跳10块。各位你们看到那个，如果你要买350的东西，你340的时候就可以传了，在家里那个跳前会跳10块。所以如果你要买东西是350，你340的时候就可以传了。这个小技巧有没有？有实用了吧？有没有？这个算是技术了吧？